故书曰：象以典型，刘佑五行，编作官行，铺作教行，今作熟行，户中贼行，审灾四社。顺命就咒曰：五行有福，五福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下行则大辟二百，并辟三百，公辟五百，亦莫各千。因因于下，盖有损益。周礼见三典，行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义以申之，三次以审之。左加十，平霸民；右废十，达穷民。右不实，右过失。右遗忘，设右弱，设耄耋，设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茂，命吕侯度作详行，以结四方，五行之属增矣。夫一欲犯问，与众共之，众一设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望之爱民如此，行成而不可变，故君子敬心焉。逮于战国，尽任威行，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亦参夷之诸连相作之法，风俗雕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望之典，治邪书之境，法凡于丘徒。 PG 1956。 刚密于凝之，兼伪并生者，依塞路，欲按燕姬，凌与陈氏。于是天下怨叛，时事而久。汉祖入关，捐萧凡科，至三章之曰：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己志行错。孝武氏以奸诡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陆温书尚书曰：夫欲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孤，宁师有罪。今至欲立，非不辞人也。上下乡欧以客为名，生者或功名，贫者多后患。故至欲立，皆欲人死，非增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垂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求人不甚痛，则是此以示人。立志者立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未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久昼听之，有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治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生于欲。宣帝善之，痛乎欲立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利欲所以求生，今之利欲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及诸法律，凡960卷，大辟490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绝笔，凡3472条，诸断罪当用者，合26272条。后汉200年间，律章无大增减。为武帝造甲子科条，范帝左右指者，亦以斗谢。明帝改世民罚金之作，除富人家吃之制。晋武帝以位置俊密，又召车骑甲充籍。诸儒学删定名利为20卷，并合2900余条。晋世丧乱，中原荡然。魏世成百王之末，蜀崩散之后，典行敏器，礼俗交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立清正平，断狱审检，
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却举行事，以者于篇。未出，礼俗淳朴，行径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作王庭决词颂，以言语约束，客气济世，无凌与考训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绝遣。神元因循，王所隔意。穆帝时，刘聪、石勒亲赴进士，帝将平其乱，乃郡刑法，每以军令从事。名臣宽政，多以为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 PG 1957国洛骚骇，平文臣业随即离散。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常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加马牛49头，即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细训连逮之作，道官物一被五，私则被十。法令明白，百姓厌然。太祖又遭艰难，被常贤祖据之明之情伪，即在位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换前代行刚俊密，乃命三公郎王得除其法之库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重简易。是时天下明，久苦兵乱，为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正之以玄末，伐必从轻。赵树心待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既年灾一屡见，太祖不遇，纲纪迟钝，刑罚颇为滥酷。太宗即位，修废官，续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李明颂，庶政富有序焉。帝既炼金术士，为吏者竟以身闻闭嘴。世祖即位，以刑敬重。神宗诏司徒浩定律令，处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级，年14以下服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患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诬蛊者复蛊羊豹犬牲，诛冤。当刑者赎，平则加鞭200。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易于清混。女子入冲稿，其故疾不逮于人，守怨有王官皆酒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绝，年14矣。下降刑之半，80及9岁，非杀人不作，考训不逾49。欲行者，不主具状，公车居辞，而三都绝之。当死者，不按奏文，以死不可复生，具监官不能平，欲臣皆臣。帝亲临问，吾一词怨言乃决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验报乃施行。却左玄登闻鼓，人有穷冤则窝鼓，公车上奏其表。事后民官独获，帝思有以诉之。太延三年，召天下吏民的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 PG 1958凡庶之兄辈者，专求牧宰之师，破累在位，取豪于闾阎，而常立贤将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
贪暴犹自若也。时余驾数清征讨及行幸四方。征军五年，命公宗总百魁监国少妇有雅上书曰：“殿下亲览百魁，经营内外，昧旦而兴，咨询国老。臣直舔遗臣，私事献替。汉武时，使乞和右四郡，一诸一罪而折喜之。时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树，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进士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喜善而成恶，折喜之苦，其臣一生自非大逆正行，皆可从喜。虽举家投远，心喜富禄，利益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袭，边陲足备。公宗善其言，然未之行。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一狱，皆附中书，依古今义论决之。初道律，赃四十匹至大辟，民多慢政，郡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犯者更重，朕甚悯之。其详按律令，务求绝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有雅语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道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赦知法及他罪，凡391条。门诸四，大辟145，刑221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高宗初，仍遵旧事。太宗四年，始设九境。是十年古屡登，市民多因酒至续讼，或易主政。第二期若此，故一切禁之，酿孤饮皆斩之，及凶兵亲，则开禁。有日臣增至内外侯官，四查诸曹外部州镇，至有为服杂乱于府四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至，有司苦加训策，而多相污歹，折何以不敬？诸司官赃二杖皆斩。又增律79章，门房之诸实有三，大辟35，刑62。和平末，冀州刺史袁贺上言：“自非大逆首杀人者，请原其命，折首鞭数。”赵从之。显祖即位，除口误，开九境。帝勤于治公，百僚内外。末 PG 1959。布政肃即传位高祖，由公揽万机，行政严明，显拔清洁，杀太贪鄙。目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计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诸。自欲复中书复案，后颇上下法，遂罢之。欲有大疑，乃平一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至剿善。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证明，不得疑奏。和则至可，失中则旦节之。竟从中莫召，自是世贤经祥，下莫敢相往。显祖末年，由重刑罚，严及常用策创。每于御案，必令复居诸有求系，或积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御制虽非治体，不由越乎仓卒而滥也。”
夫人忧苦则思善，故淋雨与服唐同居。正欲其改悔，而家以亲恕耳。由是求戏虽焉至，而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于多侥幸，故自言心中于纪年不复下舍。礼官居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已。细垂欲限之则先大杖。民多不慎而污饮，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治。其垂用金，平其节，训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踏进者一分，考西一令，皆从于清简也。高祖欲与刘兴刑法，故时斩者皆裸刑服直，入死者绞，虽有律，谓之刑也。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袭奸，绝其命不再裸刑，其参详旧典，勿从宽仁。司徒元丕等奏言，甚心垂人数之会，使受禄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得，莫不信。沈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坦斩，道吉利受囚各绞刑。博诸殿师又诏曰：民由画目，非言行所致，防之虽峻，现者弥甚。今犯法致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其之以法，视之以理者也。今具为之治。三年，下诏曰：治应正宽，必由刚密，今后执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囚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警职者数百人，以防炫斗于街数，利民安其职业。 PG 1960。先是以律令不拘，兼利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驴吉、中密官等修改旧文，随力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决中，今御刊。定五年冬契，凡832章，门房之诸实有6，大辟之罪235，刑377，除群刑飘劫守谋门诸，律重者止。枭首使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众家大己为复矣。坠石悬于囚禁，伤内至骨，更使壮促叠薄之，囚虑不堪，因以污服力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至非大逆有名正而不款辟者，不得大家。律王法十匹，一赃200匹大辟。至八年，始颁录制，更定一赃一匹，王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首宰之不法，作赃死者40余人。食禄者局籍，囚业之禄待绝。帝哀金数狱，至于奏宴，律从降数，全命洗鞭，遂以千计。今失绝死狱，遂尽不过5-6，州镇一减。11年春，诏曰：3000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训父母，罪止坤刑，于礼位中，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诸犹在律册，为师周书父子一罪，推古求情亦甚无取，可更易之，
删除凡库。秋八月诏曰：律文行宪三年，便入即墨，作无太半之效，罪有死身之书。可详按律条，诸有此类，更易勘定。冬十月，复召公卿令参议之。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其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呆报者之令格。世宗即位，亦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亦欲定律，有国忧甚，轻重损益，事或不同。先朝垂心点线，刊革令规，但时属争议，未知详究，失于实用，由至遗传。尚书门下可逾，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一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PG 1961。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声闻。数余寻便携时，永作通志。永平元年秋七月，召尚书检家帐大小为治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照、尚书仆射、清河王毅、尚书邢鸾、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祭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其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今而勿喜，勿于三训五听，不以目时定欲。夫为陛下子爱苍生，恩谋天地，书纲改著，人过伤后，以家帐之非度，泯民命之祸伤，原将此旨，广垂昭序。虽有余圣谕之身，汉文策引之志，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按御官令，诸察御先备武听之礼，尽求情之意。又宴诸正信，事多疑似，犹不守时者，然后加以考略，诸犯年刑矣。上加索留喜以上，增以纽懈，迭用不拘，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家高丑重谢，又无用时之文。而法官周俊因缘增加，遂为横法，尽乖武听，退为令文，臣以暗合依止科处，但种刑已久，既不推作简账之小大，编之长短，另有定事，但加之轻重，先无惩治。臣等参量，造大家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夹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纽懈以长流行以上。诸台四州郡大家，请悉焚之。家本掌求，非考训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训之礼，量人强弱，加之考略，不听非法考人，兼以考实。自是家帐之制，颇有定准。为己欲官肆虐，稍负重大。法律律武等列爵即在官品令从第五，以皆当行耳。遂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事，降先皆一等。延昌二年春，上书行鸾奏，窃降王公以下，或悉体成疾，或者勋当时闲坐土受名为成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公息，虽爵制有异，而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行典既同，名复书爵，请亦所宜，复为永制。赵义律之志，与八座门下参论，皆以为
官人若罪本除名，以直当行，犹有余资，复降阶而续。至于 PG 1962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及真宵，便痛之除名，余力时爽。余位自王公以下，有封邑，遂除名。三年之后，一个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赵从之。其年秋，伏喜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书司徒府主簿六真等，坐地祭贤同源于逆，除名为名。会赦之后，被指误论，上书行鸾奏，按季贤既受逆官，为其传习，归善幽营，构资祸乱，纪律准犯，罪当奴禄，凶书作法，法有明典。赖蒙大佑，生命获全，除名还名，于其为姓。然反逆作众，故之属相及。体纪相及，是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愿作之罪，不得以直除流，且或求小迁，扣道为例，赃状漏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及列官，幸君毁免，父子齐行，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一律则罪和奴禄，准赦吏皆除名。古人亦无降之罪者，毁其事，污其功，绝其宗，灭其类，其宅油气，而况人乎？请一律处除名为名。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室之县，便可悉听复事。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父臣名废羊皮母王，家贫无以葬，卖妻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书县名梁定之，而不言梁状。按道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一律处绞刑。诏曰：律称何卖人者，为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梁、张回利见知梁公买臣于律俱乖，而两个非诈。此女虽复卖为婢，体本是梁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于情不可更推利以为勇士。 PG 1963言魏少卿杨君义曰：景祥道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粮食一而行死。悬殊者，由原情治罚，则治罪有差。又降君道强盗，守从皆同何略之罪，故应不义。即知人略道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五福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切为同凡从法，其缘福相减者，已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为同家财，至于转狱之日，不复一律
原其买之于女妇，便卖之于他人，准其何略，此有因缘之类也。又想恐喝条柱，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又见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璧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留为允。三公郎中崔弘亦曰：按律，麦子有一岁行，麦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其亲即妾与子复留，为买者无罪闻。然卖者既已有罪，买者不得不做，但卖者以天性难夺，知属意宜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之良故买，又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合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意非略，从其真买，既于治罪，行死大书，明知买者之作，自应一例，不得全如君意，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与彼无天性之属之意，何故的有差等之理？又按别条之人略道之物而故卖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之人略良，从其以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作书繁略，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作，于法为深，准律真降，何行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辨真卖，不与前人得之有序。前人为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动往之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审建立无复良期，按其罪状与略无异，且法言而兼一席朕 PG 1964。宽而明多由，水火之欲先点明文，今为买人亲属而复绝卖，不告前人良状由序，处同略罪。太保高阳王雍亦曰：周处张回专引道律，减回所犯，本非何略，保证明然，去道远矣。今引以道律之条，处以何略之罪，原情究虑，实为乖当。如陈君之意，知买略良人者，本无罪闻，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何略之罪？故应不义，明此自磨正条，引类以结罪。陈弘以转卖流飘罪与略等，可谓罪人私的。按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行，以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以杀者斩，从而加工者死，不加者流。想审见之与生死，流飘之与复古，一存一亡，危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何略，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利，而似从轻，其意安在？又云：知人略道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名尽暴虐之源，恶奸盗之本，
非卫士之于亲尊之首，而同之于盗掠之行。妾为五服相迈，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知罪者，明去略道理远，故从亲疏为差极，尊卑为轻重。一律诸共犯罪，皆以发义为首，明迈买之源有由，魁末之作宜。定若羊皮不匀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左。手有沾行之科，从有即墨之力，推之限律，法行无惧。买者之罪，一个从卖者之作。又降陈洪之意，有从他亲属买的良人，而复真卖，不与后人游状者，处同略罪。既义为弊，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数？张回之谦，宜编一百。卖子葬亲，孝臣可美，而表赏之意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利俗，以得岛民之位。请免羊皮之罪，觥筹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臣可加，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行五岁。PG 1965。先世皇族有浅，皆不持训。时有宗室元显父犯罪须居，宗正曰以救治。尚书李平奏以地宗盘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应官卑末，无良犯县，理须推究，请立县断，以为定事。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资，直及宗室，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训之格，而空相矫饰，以常为报。诸在一请之外，可惜依常法。其年六月，兼廷尉清元志、兼王进等上言，减除民之力。依律文，欲臣未处罪案臣者，四位犯罪尽旦后，使复检居。朕定刑，罪状张漏，案属分两，欲理事臣。若使案虽成，虽已申审，是下廷尉，或似以情状未尽，或腰架窝骨，或札下利宜，更复别使者，可从未臣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组成断，便是屈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倍以利，侥幸之辈，更起一端，尽求言罪于陋客，退息不测之恩幼，便以获政，屈以乱职，常民奸于下，挥国法于上，切所未安。大理正崔纂、平阳基、陈假修、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欲以臣及绝境，今所晚而已有奸妻，不执于法，即诉冤枉者的赦训复置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暗臣，欲使封旦，以痛污服，或考不成瘾，依正而科，或有私嫌，强逼臣罪，家人诉往，辞暗相背，行宪不清，理须训居，既为公正，岂宜于私？如未归不测之责，一决送端，则往治之徒终无生理。若从其案臣，便乖复治之律。然未判金赦，即复治理状，真伪未分。臣前已来如此历阶的复职，余未经奏预赦，即以复治的为御臣。尚书李韶奏，
使虽结案，处上廷尉，借送至审，及家人诉往上书纳辞，连解下居，未检狱囿者，不得为案陈之语。推知情理，谓崔纂等亦为允，赵从之。西平中有冀州妖贼严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线之后，不自归守。廷尉钦培严峻上言法律律诸逃亡赦。PG 1966。书断线之后不自归守者，负罪如初。一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严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辉者，妖言惑众，是在赦后却何死作证。崔纂以为景辉云能变为蛇志，此乃谤人之言，虽杀辉为无理，恐赦辉复惑众，是以依为不敢专职。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路。景辉九岁小儿，口上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皆奸利无端，横生粉末，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俱律应死，然更不破却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施有罪。又按法律律八十以上八岁以下杀伤论，作者尚请义者为盗冒之罪，不用此律。予以老至如上父，少会如甘罗，此非常之事，可如其意。景辉于小自依凡律。林太后令曰：景辉既今恩幼，何得一家恒罪，可折略扬名。于如奏时司周表和东郡名李连生行毒药，暗以死作其母诉称一生年老，更无其亲，立和上请简急不谬，未及判生，连母身丧。周段三年服中后乃行爵，司徒法曹参军许衍为周判为允。主簿李阳伯曰：按法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其亲者，俱状上请。留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留，不在原赦之力。简上请之言，非应抚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留，即其所犯，实重于县。准知情律，所亏不浅，且连既怀正毒之心，未不可参临人任。既其母在，犹宜何门投壁，况今死也，隐以三年之礼乎？且给甲病葬，足是人宽，今已猝哭，不合更言，可依法处斩。留其妻子，十足借笔盲术，速事行章。尚书萧宝寅奏 PG 1967。从阳直，赵从之。旧制直阁直后直斋，五官对主对副等，以笔试官，至于犯浅，不得除罪。尚书令人臣王臣奏按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陆续，先朝以来皆得当行。直阁等尽职，上下有素未知情，礼不应意。
林太后令准中正。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作与河阴县名张志寿妹荣妃陈庆和妹惠猛兼乱丹祸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志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线，处以流作诏曰：荣妃、惠猛数死，昆边复宫，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直曰：福建直木若获刘辉者，直人赏二阶。白明听出身进一阶，私亦免役，奴婢为良。按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荣妃、惠猛与辉私奸，两情耽祸，令辉邪愤，殴主伤胎。虽律魔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志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备，不及施行。虽恕其命，妾未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按窦律，祖父母，父母愤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叔长妻，然人父之运，不得非一。细生永平四年，先朝旧阁诸行刘即死，皆守罪判官，后决从者，势必因本以求之，欲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守罪而成其末迁。刘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进大臣直在夫奏，习秉左及为乡，不存斗弊而问牛喘，岂不以私别故也？按荣妃等罪止于奸私，若情之会习，重正分明，即律科处不越行左何的同官耶之罪，其息官之阙。按志寿口诉，妹是私事曹参军罗显贵，以身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李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幸非兄弟。习为敬畏除五族之行，有免子禄母之作。PG 1968。何曾正之为在世之女，从父母之行，以教之父，从夫家之行。私乃不堪之令鬼，古今之通矣。律其亲相引，知未反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正？论行过其所犯，与情又乖律宪。按律奸罪无相怨之作，不可借辉之愤。家兄弟之行，夫行人于世，与众弃之；绝人于朝，与众共之。民不思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行书，施行四海行民一失，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礼仪更请。尚书元修亦以为习哀将被礼于鲁，其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下讥罪懒于陈国，但则真书而不非父母民父人外臣，犯礼之谦，无关本属，况出世之妹，性及兄弟乎？又仆射由诏奏言，臣等谬参书侠，现替世司门下出纳摩
名长则。至于无良犯法，只有私存，何罪结案，本非其事。容非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及法，准律未当。出世之女作疾，其兄推据典县，李时为猛。右辉虽逃刑，罪非奴禄，目同大逆，亦未加重。乖律之案，礼仪陈请，岂复有私，众更详议。诏曰：辉被法者之罪不可纵，后赏玄牧，必忘情祸。容非会猛与辉思乱，因此耽祸，主治非常，此而不诛，将贺臣肃。且以教之女不应作及昆弟，但至受庆和之妹奸情出不防御，招引刘辉共臣饮丑，拜封会化，礼升其罚，特斥门下节狱，不拘横思，其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谕，宁父一归大礼，而尚书至本纳言所属，伏纠背礼之浅深，不想损化之多少，为彼意图，苟存直线，疏乖任纪，身何罪责？崔纂可免郎，都作尚书，悉夺禄一时。孝昌以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横，或宽或猛，及尔诸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身库为能，至千业，荆棘群盗颇起，有私奏吏严治，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疾，配为乐。PG 1969。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役，从者留。是中孙腾上言景祥法若化以礼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至轻重。按律公私结道，罪止流行，而彼之事苦为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利于条通相纠之路，搬捉获之赏私乃行书图设，欲送更繁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非所谓不言而至，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生平之美，意在审刑，凌迟之弊，必由郡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库五行，律土瓦解。礼训君子，律敬小人，举罪定民，国有常辟。至如审灾四赦，虎中贼行，经典垂涎，国朝臣犯，随时所用，各有私存，不宜据细资繁，令民预备，恐防之迷奸，攻之迷甚，诸犯道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横线，数使行杀折中，不得弃本从末，照从之。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或会公行，心何出？齐文襄王入府朝政，以公平肃务，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之治矣。PG 1970。至第十七，临贞八上，帝王者，配得天地，邪气阴阳，发号施令，动官悠闲，是以克公修正，为天敬神，虽修勿修，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真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想，
斯盖神旨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得慎行，米浅就，至修真，元首之类，贤纳于人手。然则治世之福，乱邦之孽，随方而作，绝迹不同。秒自百亡，不可得而胜数矣。今陆皇始之后，灾祥小大，总为零。真治。地震。洪范论曰：的因类，大臣之相，因静而不当动，动者，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也。太宗太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乌市竟摇动。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四年三月乙未，京师地震。十一月丁亥，幽兖二州地震。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河东地震。高祖延兴四年五月，雁门其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指地震。十月己亥，京师地震。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师地震。PG 1971。五月，统万镇地震，有声如雷。闰月，秦州地震，殷殷有声。四年正月，雍州低鸣其南王。反。二年二月丙子，兖州地震。四年十月，兰陵明桓复反，杀其县令。十月丁卯，并州地震有声。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声如雷，也至皆垢。七月丁卯，京师地震。五年二月，沙门法秀谋反。四年五月己酉，并州地震。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声。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声如雷。乙未又震。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声。四月丁卯，四州地震有声。六月甲子，东雍州地震有声。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声。闰月丙午，秦州地震。二月甲子，京师地震。丙寅又震。丙午，秦州地震有声。三月壬子，京师及瀛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仲保谋反。十九年二月乙未，光州地震，东莱之牧平于秋山县五所，一处有水。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四月乙未，瀛州地震。十二月，衡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朱 PG 1972。二十二年三月癸未，瀛州地震。八月戊子，兖州地震。九月辛卯，并州地震。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师地震。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四年正月辛酉，凉州地震。壬申，并州地震。六月丁亥，秦州地震。十二月辛乙，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明王志等聚，众两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而为主。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地震。六月乙已，京师地震。二年九月己丑，衡州地震。三年七月己丑，凉州地震，殷殷有声，城门崩。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长史曹明谋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泰州沙门刘光秀谋反。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声。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四年五月庚戌，横定二州地震，殷殷有声。十月己乙，横州地震，有声如雷。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疾病，朔、象、冀、定、银六州地震。横州之繁治、桑乾、灵丘，四州之秀荣、雁门地震现列。山崩泉涌，杀5310人，伤者2722人，牛马杂畜死伤者3000余。后耳朱荣强善之争也。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声。十一月己酉，定四二州地震。PG 1973。十二月辛未，京师地震，东北有声。二年三月己未，冀州地震有声。却月丙戌，京师地震。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四州上延秀荣郡夫陈县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余惊不止。耳朱荣真也。四年正月癸丑，华州地震。十一月甲午，地震从西北来，殷殷有声。丁酉，又地震从东北来。肃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亥，秦州地震有声。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地震有声，东北隐。五年，莫折念声反。三年六月庚辰，徐州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孝敬武定三年冬，并州地震。七年夏，并州湘郡地震。山崩。洪范论曰：山阳君也，水阴明也。天界若曰：君道崩坏，百姓将失其所也。太祖天赐六年春三月，横山崩。世祖太炎四年四月己酉，华山崩。其战曰：山岳配天，由诸侯之系天子。山岳崩，诸侯有亡者，举渠木间将灭之印。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齐州山池县太阴山崩，飞泉涌出，杀159人。四年十一月丁乙，横山崩。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横山崩。延昌三年八月辛乙，兖州上延泰山崩，颓石涌泉时期。处泰山，帝王告陈封禅之所也，而山崩泉涌，阳处而阴盛。PG 1974。待又其的也。天意若曰：当有济其而兴，受禅让者，其待未之。真也。大风。金房易传曰：众逆同治，治得乃前，绝一风。太宗永兴三年二月甲午，京师大风。五月己乙，昌黎王穆荣伯而谋反，伏诛。十一月丙午，又大风。五年，河西叛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众二万入蒲子。四年正月癸卯，元会而大风会民，乃罢。五年十一月庚寅，京师大风，起自西方。神瑞元年四月，京师大风。二年正月，京师大风。三月，河西击胡反，屯聚上党，推白雅利斯为盟主。世祖太炎二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风，攻强盗，
杀数十人。三年十二月，京师大丰，扬杀折数。真君元年二月，京师有黑风近天，广五丈余。四月庚辰，举区吴会寇张掖，突发保州屯于山丹岭。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京师大丰惠民。高祖延兴五年五月，京师敕封。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武川镇大丰，吹师六家，仰角而上，不知所在。壬戌，雍州敕封。三年六月壬辰，襄州大丰，从有上来，法屋折数。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丰。八年三月，冀定襄三州暴风。四月，冀光幽四雍齐六州暴风。九年六月庚戌，冀洛四襄四州吉林丘广昌镇暴风。PG 1975。折目。十二年五月壬寅，京师连日大风，甲辰尤盛，法屋拔树。六月壬申，京师大风。十四年七月丁酉朔，京师大风，拔树法屋。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寅至己未，大风拔树。闰月庚申，河州暴风，大雨雹。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亥，幽州暴风，杀一百六十一人。三年闰月甲午，京师大风，拔树法屋，吹折昌河门关。九月丙辰，幽齐梁东秦州暴风昏雾，拔树法屋。四年三月己未，司州之河北、河东、镇平、平阳大风拔树。正始元年七月戊辰，东秦州暴风，拔树法屋。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风仰角而上，起于柔玄镇，盖得一顷，所过拔树。甲辰，至于瀛州，东入于海。四年五月甲子，京师大风。永平元年四月壬申，京师大风拔树。八月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于巨州反。三年五月己亥，南秦州广业仇池郡大风，法屋拔树。延昌四年三月癸亥，京师暴风，从西北来，法屋折树。肃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风大雨，自辛酉至于乙丑。正光三年四月癸酉，京师暴风大雨，法屋拔树。四年四月辛乙，京师大风。孝昌二年五月丙寅，京师暴风，拔树法屋，吹平昌门飞坏。永宁九层枕折，于时天下所在兵乱。前废帝普泰元年夏，大风雨，吹普光寺门屋于地。孝敬武定七年三月，颍川大风。大水洪范论曰：大水者，皆君臣致失而阴气蓄积甚强深。PG 1976。水雨灾也。太祖天赐三年八月，淋雨，大震，山谷水溢。太宗太常三年八月，河内大水。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京师水溢，坏民庐舍数百家。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南豫、徐、兖州大淋雨。六年七月，清、雍二州大水。八月，徐、东徐、兖、冀、平、豫、光七州、平原、方头、广阿、临济四镇大水。九年九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杀千余人。二十二年戊午，兖、
遇二州打淋雨。二十三年六月，清齐光南清徐豫兖东豫八州大水。世宗景明元年七月，清齐南清光徐兖豫东豫司州之颍川集郡大水，平息一丈五尺，民居权者十四五。正十二年三月，清徐州大雨淋，海水溢出于青州乐林之席卧县，流漂一百五十二人。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延昌元年夏，京师及四方大水。二年五月，寿春大水。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大水。二年九月，济营仓三州大水。正光二年夏，定济营乡四州大水。孝昌三年秋，京师大水。初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师大水，古水泛溢，坏三百余家。孝敬元相元年，定济营仓四州大水。PG 1977。兴和四年，沧州大水。涌泉。太宗太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涌泉出于平城。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雁门泉水穿石涌出。前废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仓前景并议。战曰明迁。刘知相。永熙一年十月，都迁于邺。孝敬天平四年七月，泰州锦邑。元相元年二月，邺城西南有窟锦邑。雨薄。洪范论曰：阳之砖砌为薄，阴之砷砌为陷。此言阳砖而阴斜之，阴砖而阳薄之，不能相入，则转而为薄。由臣亦不合于君心也。高祖延兴四年四月庚午，荆州大薄，商贾。陈明元年四月辛酉，清齐徐兖大丰薄。八月庚申，并州乡郡大薄，平地尺草木禾稼皆尽。癸未，定州大薄杀人，大者方圆二尺。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清二州大雨薄，杀张禄。四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薄。六月已矣，汾州大雨薄，草木禾稼至兔皆死。七月甲戌，暴风大雨薄，起自汾州，经并向思兖，至徐州而止，广十里，所过草木无疑。正十二年三月丁丑，齐济二州大薄，雨雪。永平三年五月庚子，南秦广业郡大雨薄，杀鸟兽，禾稼雪。洪范论曰：春秋之大雨雪，由树真之恒雨也，然由甚焉？夫雨阴也，雪又阴也。大雪者，阴之蓄积甚甚也。亦曰与大水同，冬故为雪耳。PG 1978。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数尺。真君八年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是时为镇延吉。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京师大风，雨雪三尺。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镇大雨雪。四年二月乙卯，司乡二州暴风大雨雪。九月壬申，大雪。肃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镇大雪。霜。经房易传曰：兴兵望诸，滋味王法，绝灾霜，下杀武。故东沙麦，
诸不圆情，滋味不仁，下先大霜。太祖天赐五年七月，冀州陨霜。世祖太炎元年七月庚辰，大陨霜，杀草木。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陨霜。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福罕、土津、保谷绿、敦煌、筹池镇并大霜，河豆尽死。六年四月，颍川郡陨霜。七年三月，四州封霜，杀书。九年四月，雍、清二州陨霜。六月，洛、泗、湘三州及司州灵丘、广昌镇陨霜。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陨霜。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夏州陨霜杀草。六月丁亥，建兴郡陨霜杀草。八月乙亥，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镇平、平阳、平暴风陨霜。二年三月辛亥，齐州陨霜，杀桑麦。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陨霜，杀桑麦。辛乙，青州陨霜，杀桑麦。PG 1979。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武川镇陨霜。六月辛卯，怀朔镇陨霜。七月戊辰，东秦州陨霜。八月庚子，河州陨霜杀驾。二年四月，齐州陨霜。五月壬申，横、汾二州陨霜杀驾。七月辛乙，兵、齐二州陨霜。乙未，敦煌陨霜。戊戍，衡州陨霜。三年六月丙申，安州陨霜。四年三月乙丑，滨州平陨霜。四月乙卯，敦煌都陨霜。八月，河州陨霜。永平元年三月乙酉，齐、滨二州陨霜。己丑，滨州陨霜。四月戊午，敦煌陨霜。二年四月辛亥，五州镇陨霜。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河南八州陨霜。肃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霜。乌云而雷。洪范论曰：雷，阳也；云，阴也。有云然后有雷，有尘然后有君也。雷托于云，君托于尘，阴阳之和也。故无云而雷，是君独处无尘名也。显祖皇兴元年七月，东北无云而雷。二年七月，东北有声如雷。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已有声其东北南隐，阴阴如雷。二声而止。PG 1980。古妖。世祖太炎四年十月辛酉，北有声如大鼓，西北行雷。洪范论曰：阳用是百八十三日而终，阴用是一百八十三日而终。雷出的百八十三日而入的，入的百八十三日而复出的，是其常经也。故雷安，万物安；雷害，万物害。有国也。君安，国亦安；君害，国亦害。不当雷而雷，皆失节也。世祖神元年十月己酉，雨，雷电。太炎三年十月癸丑，雷。四年十一月丁亥，雷。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戊申，豫州大雷雨，平地水三寸。四年十月戊戌，雷。七年十一月辛乙，幽州雷电，城内尽赤。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凉州雷，七发生。
三年十二月己亥，夜雷，九发生。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齐、金、朔四周雷电。肃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雷震。春秋，震夷伯之庙，左丘明为展示有隐匿焉。刘向以为夷伯是大夫，天界若曰务使大夫是官，将专事也。太祖天赐六年四月，正天安殿东序第二支，令左校以冲车宫殿东西两序污毁之，地境暴崩。显祖皇兴二年十一月夜，正殿。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正东庙东中门屋南螭尾。五班固说：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茂言是 PG 1981。听以心为主，四者皆失，则屈茂无实，故其旧物。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与土如物于洛阳。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物尽天，六日不开。到甲夜，人复浓密，勃勃如火焉，心惨人鼻。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黄雾，与土覆地。八月己酉，浊气四塞。四年八月辛乙，凉州与土覆的，亦如雾。正十二年正月己丑夜，阴雾四塞，出黑后赤。三年正月辛丑，土雾四塞。九月壬申，黑雾四塞。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黄雾闭塞。时高照以外戚见宠，兄弟受封，同汉之武侯也。桃李花，树贞之恒玉。刘向、班固以东王兵及霜，不杀草之印。今房易传曰：夏属杀人，冬则物华食。世祖真君五年八月，华陵园诸果尽花。高祖延兴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成明元年九月，幽州明其渊家度数结石继承，一朝尽落。花叶复生，七日之中，未如春状。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齐州东清河郡桃李花。延昌四年闰十月辛亥，京师奈树花。火不言上。洪范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言上，为火失其性而为灾。高宗泰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内大火，官司卢舍焚烧略尽，唯有东西二四佛图像舍火毒不及。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内庆县则自燃，烧增至百余部。PG 1982。五日乃灭。世宗景明元年三月已矣，恒月辞灾。肃宗正光元年五月，勾顿尽灾。孝昌二年夏，幽州求县的燃。三年春，瀛州城内大火，烧三千余家。初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宁寺九层佛图灾。继而时人闲言有人见佛图飞入东海中。永宁佛图灵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宁见灾，未不宁矣。渤海其县武王之本封也，神灵归海，则其是江心之宴也。三月，并州三级四南门灾。孝敬天平四年秋，夜昌河门东阙火。武定三年冬，汾州西河北山火前行地下，热气上出。黑省黑翔。
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东南有黑气，广一丈，长十丈，战有兵。二月，慕容可西陵反于北平。显祖皇兴三年正月，合计起黑云，广数里，掩东阳城上，昏暗如夜，继而东阳城溃。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气四塞，甲辰，扬州破萧衍江，张萧之斩级两千。赤审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有三白气从地出，须臾变为黄赤，光明照地。十六年九月丁乙，昏时赤气见于西北，长二十丈，广八九尺，时顷乃灭。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有赤气见于天，自卯至戌。肃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赤气近天畔，似火气。今师不见，凉州已闻。PG 1983。三年九月甲辰夜，西北有赤气似火焰，东西一匹鱼。北镇反乱之争。五年五月癸酉申时，北有赤气，东西近天，如火焰。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气如雾，从显阳殿接西南。脚斜属布郎，高一丈许，连得如降沙漫，自谓至虚不灭。帝见而恶之，终有幽崩之祸。孝敬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时，东方有赤气，可三丈余，三时顷而灭。清审庄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时，臣的有清气，广四尺，东头元山，西北隐至天半指。西北虚的有黑赤黄云，如山峰，头有清气，广四尺许，东南隐至天半，二气相接，东南气前散，西北气后灭，异地直崩之真也。夜妖班固说，夜妖者，云风并起而杳冥，故与长风同象也。温而风，则生明腾之也。世宗正始元年六月已会，八月甲辰昼会，人团流星说，冒之不公，是谓不肃。上慢下暴，则阴气盛，水伤百骨，衣食不足，奸诡并作，故其极恶也。亦曰，民多背行，冒丑恶也。班固以为六畜谓之祸，言其者也，及人谓之团团并冒，言请生也。太宗永兴三年，明乌兰侯下生骨，状如羊角，长一尺余。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书李充奏定州中山郡无极县。明李班虎女献荣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斤，至十月二十日长一尺二寸。PG 1984。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即位，并州表送其县名韩森真女令姬，从母幼泪而生。灵太后令父耶庭。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兖州下蔡郡有大人迹，践行七步，迹长一尺八寸，广七寸五分。高祖延兴三年秋，秀荣郡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师名家七产男，一头二身四手四脚三耳。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
高祖与沙门道登信侍中省。日入六谷，见一鬼衣黄者库，当户欲入，帝以为人，斥之而退。问诸左右，闲言不见，为帝与道登见之。显祖皇兴二年十月，遇周易，民死十四五万。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阳之秦昌、相邻二县大疫，自正月至四月，死者2730人。金枕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同向汉流于地。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师平等四定光金向美流汉，国有事变，时贤未易之。永安三年二月，京师名家有二同向，各长尺余，亦一下身白毫似，一夹棒身黑毛衣，龙蛇之孽。洪范论曰：龙，鳞虫也，生于水，云亦水之象，阴气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被人伦，上乱天道，必有篡杀之祸。世祖神三年三月，有白龙二见于京师家人井中。真君六年二月丙辰，有白龙见于京师家人井中。龙神物也，而趋于井中，皆是祖暴崩之真也。肃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龙如狗，南走至宣阳门，跃而上，穿门楼下而出，未衰之真也。PG 1985。庄帝永安二年，晋阳龙见于井中，久不去。庄帝暴崩晋阳之真也。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龙骑自宣阳门西出，复入城。乙卯，群臣入贺，帝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但当君臣上下，克己为志，未足视此为庆。马获洪范论曰：马者，兵象也，将有寇戎之势，故马为怪也。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衡州送马驹，肉尾长一尺，处不生毛。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镇关马为虫入耳，死者十四五。虫四喙，长五寸以下，带如柱。牛火洪范论义曰：坤为牛，坤土也，土气乱则牛为怪，亦曰牛火。其象宗庙将灭，亦曰转书凡则牛生火。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长乐郡牛生毒，一头二面二口三目三耳，阳火。洪范论曰：君不明，失政之所至。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四州上沿阳曲县阳生高，一头二生一聘一母三耳八足。寻高祖崩，六府专事。世宗正始元年七月，善善镇宋阳高，一头两生八角。二年正月，善善镇宋八角阳。延昌四年五月，保古律镇上言阳高一头六足两尾。始获经房传曰：凡妖象其类足多者，所任邪也。经房亦妖曰：始生人头始生者，亦且乱亡。 PG 1986。高祖延兴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林怀公王让表有诸生子，一头二生八足。世宗景明四年九月，凉州上言犬始交
正始四年八月，京师诸生子一头四耳两身八足。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延阳平数诸生子头面四人，顶有肉髻，体无毛。灵太后又主亲父之争也。即火弘范论曰：金房传曰：积小处有小臣也，狡者兵之相，在上君之威也。此小臣执事者，将秉君之威以生乱，不治之害。高祖太和元年下五月，有司奏京师有雌鸡二，头上生冠如角，与众鸡异。是时闻明太后临朝，幸用群小之争。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鸡雏四足四翼，与在崔光转。八月，司州上言河内明袭众家鸡雏，颈尾上附有一头，口目具二头，皆从颈后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时世宗颇任群小，更有朋党邪佞干政之眼。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卫新太守长角加黄雌鸡，头上肉角带如枣，长寸三分，角上身具毛，长寸半。肃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贲中郎将兰都加鸡雄雌二，各头上身两角，其毛杂色，上耸过关。时临太后临朝专政，与崇之也。弘范论曰：事不明，听不聪之法也。太宗太常三年十一月，京师获白骁。肃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获突丘鸟于殿内。孝昌二年四月，明有宋祠压雏一头两身四足四翅两尾。 PG 1987。孝敬天平二年三月，熊志飞入尚书省，殿中获之。黄崇明弘范论曰：刑罚暴虐，取利于下，贪饕无厌，以兴师动众，取义至诚而失众心，则崇为害矣。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镇煌，秋驾略进。六年七月，清雍二州子方害驾。八月，徐东徐兖冀平豫光七州平原方头广阿临济四镇黄害驾。七年四月，向豫二州黄害驾。八年三月，冀州湘三州子方害驾。四月，冀光幽四雍齐平七州黄。六月已向齐光清四州子方害驾。十六年十月，癸巳，福罕镇黄害驾。世宗景明元年五月，清齐徐兖光南清六州子方害驾。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明二脉无疑。五月，光州子方害驾。六月，河州大黄。七月，东莱郡子方害驾。正始元年六月，下司二州黄害驾。四年四月，青州不屈虫害枣花。八月，荆州黄鼠蝗虫斑虫河州子方斑虫凉州司州恒农郡蝗虫病为灾。永平元年六月己已，凉州蝗害驾。五年五月，青州不屈虫害枣花。七月，蝗虫京师子方。八月，清齐光三州子方害驾，三分十二。PG 1988。
肃宗熙平元年六月，清齐光南清四州子方害驾。显祖天安元年六月，兖州有黑蚁与赤蚁交斗，长六十步，广四寸，赤蚁断头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刘裕兖州。刺史毕仲进遣使内属赵镇南大将军魏元纳之，大破贼将周凯等。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至中张万寿表，见新获则县名甲。日臣已去四月中养蚕，有丝网沉木，中有卷物四卷带，长四尺，广三寸，薄上覆的黄茧二，状如履行。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蚕蛾吃人，汪蚕者110余人，死者22人，毛虫之孽，未变长而为异也。太祖登国中，河南有虎妻卧于河侧，三月乃去。后一年，皮肤白鹿进渡河北。后一年，河水赤如血，此谓臣灭亡之印。及诸其族类，悉投之河中，其地遂空。孝敬元相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峡时，曹仪获之。武定五年十二月，北辰同爵台上获报一。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媚节人发时闻，明太后临朝，行多不正之真也。肃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媚节人发，人相惊恐。六月壬辰，临太后诏诸节发者，使重训卫尉刘腾鞭之于千秋门外，是同太和也。瑞图外镇王公刺史两千石，令长库报百姓人民怨皆，则白鼠至。太宗永兴三年二月，京师明赵温家有白鼠，已现。三年春，于北院获白鼠遗寻死，割之。腹中有三子，进 PG 1989。白四年三月，上信西宫获白鼠一。八月，御府明张安获白鼠一。神瑞二年五月，地列于科伦山获白鼠一。平城获白鼠三。六月，平城获白鼠二。八月，豫章王奎获白鼠一。太常元年十一月，京师明获白蚁一县。二年六月，中山获白鼠二。三年三月，京师获白鼠一。十一月，京师获白鼠一。世祖始光三年八月，襄州魏郡获白鼠。太延元年八月，雁门县白鼠。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师获白鼠。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师获白鼠。正始元年六月，京师获白鼠。肃宗熙平元年四月，四州表送白鼠。PG 1990。至第十八，临征八下，魏氏世居幽朔，至献帝室，有神人言应南迁，于是传位于子圣武帝，命令南徙，山谷阻绝，人欲止焉。复有神兽，其形似马，其身类牛，先行导引，积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高祖延兴元年十一月，四州秀荣民获陵以献。亡者不哭胎，剖卵则治。世祖神三年七月，冀州县白圭。亡者不思人以棺，尊其任旧，无偏党之印。高祖兴安二年六月，
迎周宋大归。高祖延兴元年十二月，徐州竹艺术士行得于彭城南120里的诗一株，49枝，下爵的大归献之。诏曰：“归诗与今文相合，所谓灵物也。”得可赐爵五等。三年六月，京师获大归。肃宗神归元年二月，获归于九龙殿陵之池，大赦改元。孝敬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兖州城刘俊明贾兴达于家庭的毛归一。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置于南兖州，当郡名成天爱已告宋京师，大赦改年。王者自养有节则治。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县黑湖州城王时置至太平，而黑湖建 PG 1991。三年五月，获白湖王者人治则治。六月，府名获白湖以县。八年六月，徐州获黑湖以县。十年三月，冀州获九尾湖以县。王者六合一统则建。周文王时东夷归之，曰：“王者不轻于色，则至得至鸟兽亦至。”十一年十一月，冀州获九尾狐以县。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县白狐狸。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阳郡获白狐以县。世宗景明三年二月，河州县白狐。永平三年十月，白狐建于吉郡。延昌四年四月，兖州县白狐。九月，襄州县白狐。闰月，汾州县白狐二。肃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县白狐二。三年六月，平阳郡县白狐。八月，光州县九尾狐。四年五月，平阳郡县白狐。孝敬天平四年四月，西兖州县白狐。七月，光州县九尾狐。元相元年四月，光州县九尾狐。二年二月，光州县九尾狐。兴和三年五月，司州县九尾狐。十二月，魏郡县白狐。四年四月，瀛州县白狐二。武定元年七月，幽州获白狐，以县上。三年七月，瀛州县白狐，二母一聘。九月，西兖州县白狐。太和二年十一月，兴卫泰州县五色狗。PG 1992。三年三月，齐州县五色狗，其五色如画。太祖天兴四年五月，魏郡赤丘县获白鹿。王者会稽下则至。太宗永兴四年九月，建兴郡县白鹿。世祖神元年二月，定州获白，白鹿又建于乐陵，因亦改元。三年二月，白鹿建于代郡道次山。太延四年十二月，襄州县白鹿。真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高宗泰安二年十月，白鹿建于京师西苑。高祖成明元年六月，秦州县白鹿。太和元年正月，白鹿建于秦州。三月，白鹿建于青州。四年正月，南豫州县白鹿。十九年七月，司州获白鹿，拟以县。二十年六月，司州县白鹿。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荆州县白鹿。永平四年八月，平州县白鹿。延昌二年五月，齐州县白鹿。
四年六月，司州县白鹿。肃宗熙平元年五月，冀州县白鹿。二年五月，司州县白鹿。神龟二年六月，徐州县白鹿。孝敬元相元年六月，祁县武王获白鹿以县。武定元年六月，兖州县白鹿。太祖登国六年十二月，上列亲获鹿一角。诏问群臣皆曰：“鹿当二角，今宜是诸国将并之应也。”高祖太和三年三月，四州县一角鹿。PG 1993。神龟元年七月，徐州县一角鹿。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后军将军尔朱新兴县一角兽。天下平。一则至。肃宗熙平元年十一月，四州县一角兽。神龟二年九月，徐州县一角兽。高宗泰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见于太平郡。译者曰：古今瑞应多矣，然白狼见于陈汤之事，故应道用心，太平加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无穷之真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太宗永兴四年十二月，张安子封义县白章。王者刑罚礼则。至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怀州县白章。三年五月，白章建于豫州。二十三年正月，华州县白章。肃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县白章。神龟二年七月，徐州县白章。孝敬武定七年七月，瀛州县白章。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县三族屋。王者慈孝天地则至。十三年十一月，荥阳县三族屋。十四年六月，怀州县三族屋。十五年闰月，冀州县三族屋。十七年五月，冀州县三族屋。二十年六月，豫州县三族屋。二十三年六月，冀州县三族屋。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县三族屋。三年二月，豫州县三族屋。四年六月，幽州县四族屋。PG 1994。正始元年二月，冀州县三族屋。五月，幽州县三族屋。四月，襄州县三族屋。六月，定州县三族屋。二年五月，四州县三族屋。三年三月，豫州县三族屋。四月，豫州右县三族屋。永平元年四月，豫州县三族屋。延昌三年二月，冀州县三族屋。肃宗熙平元年四月，吉郡县三族屋。二年四月，东郡县三族屋。四月，豫州县三族屋。南兖州右县三族屋。神龟元年八月，雍州县三族屋。二年五月，颍川郡县三族屋。正光元年四月，冀州县三族屋。四月，冀州右县三族屋。二年闰月，东郡县三族屋。三年五月，东郡县三族屋。颍川郡许昌县三族屋。四州县三族屋。六月，冀州县三族屋。四年六月，瀛州县三族屋。初帝太昌元年五月，祁县武王获三族屋以县。孝敬元相二年四月，京师获三族屋。
武定三年五月，瀛州县三族屋。四年四月，瀛州县三族屋。五月，瀛州右县三族屋。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屋建于凉州。王者宗庙肃静则治。PG 1995。九月，白屋建于京师。三年五月，白屋建于豫州。九月，白屋建于秦州。十七年六月，兖州县白屋。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县白屋。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县白屋。三年九月，颍川郡县白屋。四年七月，颍川右县白屋。永平元年四月，颍川县白屋。延昌二年八月，平阳郡县白屋。三年六月，冀州县白屋。肃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县白屋。孝敬天平二年七月，祁县武王获白屋以县。元相元年五月，冀州获白屋。二年八月，徐州表冀阴郡事前槐树屋巢于上屋。母死，有雀衔食补屋儿，不失其食，并皆长大。赏太守伯食。匹兴和四年四月，魏郡贵乡县获白屋除。五月，京师获白屋。四月，阳夏郡县白屋。七月，北豫州县白屋。十月，瀛州县白屋。武定元年六月，东郡名县白屋。三年五月，北豫州县白屋。四月，广宗郡县白屋。瀛州右县白屋。六月，沧州县白屋。四年四月，凉州县白屋。五月，冀州县白屋。 PG 1996。 八月，阳夏郡县白屋。高祖太和二年二月，凉州县赤屋。周武王时贤迈至而克殷。肃宗熙平元年二月，赤屋建四州秀荣郡。神龟元年四月，赤屋建并州之晋阳县。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县苍屋。君修行孝慈，万幸。不好杀生则治。正始二年五月，雍州县苍屋。六月，雍州右县苍屋。永平二年四月，河内县苍屋。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县苍屋。前废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内县苍屋。孝敬兴和四年五月，冀州县苍屋。七月，瀛州右县苍屋。武定元年四月，兖州县苍屋。五月，冀州右县苍屋。二年五月，京师获苍屋。三年六月，京师获苍屋。十月，光州县苍屋。高祖延兴二年四月，幽州县白雀。四年九月，白雀建于中山。陈明元年八月，定冀二州郡县白雀。十一月，定州右县白雀。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县白雀。肃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县白雀。正光四年正月，京师获白雀。孝敬兴平二年五月，京师获白雀。武定二年七月，临绿县白雀。 PG 1997。三年六月，京师获白雀。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天有黄光洞照。义者千位荣光也。高宗兴光元年二月，有云五色。所谓景云，
太平之应也。景明二年六月，有云五色，见于深友之间。初帝太昌元年六月，日初出，有带黄气晨报。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甘露降于太学。王者得志，天和其盛，则降。又王者敬老，则薄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主委寿。神元年二月，甘露降于范阳郡。二年四月，甘露降于邺。六月，甘露降于平城宫。三年三月，甘露降于邺。四年五月，甘露降于河西。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于平原郡。高宗泰安二年七月，甘露降于常山郡。和平二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师。世宗景明三年八月，甘露降于青州新城县。永平元年十月，甘露降于青州益都县。延昌二年九月，甘露降于齐州清河郡。三年十月，齐州上盐甘露降。四年七月，甘露降于京师。肃宗正光三年十月，甘露降华陵园柏树。四年八月，甘露降显美县。孝敬元相二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师。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齐文襄王帝门柳树。六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师。四月，泰山郡上盐甘露降。PG1998。太祖天兴二年七月，获嘉禾于平城县，一经同饮。八月，广宁送嘉禾一经十一岁，平城南十里交嘉禾一经九岁，告于宗庙。太宗永兴二年十月，嘉禾生于清河郡。太常三年八月，嘉禾生于渤海郡东光县。世祖神二年七月，嘉禾生于魏郡安阳县，三本同饮。高祖成明元年八月，齐州县嘉禾。太和三年九月，齐州县嘉禾。五年八月，常山县嘉禾。七年八月，定州县嘉禾。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齐州县嘉禾。三年七月，齐州县嘉禾。四年八月，冀州县嘉禾。正始元年八月，冀州县嘉禾。二年六月，齐州县嘉禾。七月，鲁阳郡县嘉禾。八月，司州县嘉禾。三年七月，冀州县嘉禾。永平三年八月，荥阳县嘉禾。肃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县嘉禾，三本同岁。正光二年七月，朔州县嘉禾。三年八月，泗州县嘉禾，一更生六岁。孝敬天平三年七月，魏郡县嘉禾。四年八月，并州县嘉禾。是月，京师又获嘉禾。于曹郎中司马仲灿又县嘉禾，一经五岁。元相元年八月，东雍州县嘉禾。兴和三年八月，南青州县嘉禾。PG1999。四年八月，京师再获嘉禾。武定二年八月，京师获嘉禾。三年八月，并州县嘉禾。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县嘉户，一地两石。太祖天兴二年七月，并州县白兔遗王者敬其老则见。三年五月，车驾车巡，幸广宁，
有白兔见于陈于前，获之。四年正月，并州县白兔。太宗永兴三年，上猎于西山，获白兔。八月，京师获白兔。太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县县白兔。二年六月，京师获白兔。三年六月，顿丘郡获白兔。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县黑兔。神元年九月，张武郡县白兔。四年二月，渤海郡县白兔。真君七年二月，青州县白兔二。高宗和平三年十月，云中获白兔。四年闰月，叶县获白兔。高祖延兴五年四月，白兔见于代郡。成明元年八月，白兔见于云中。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州城县县白兔。三年三月，土津镇县白兔。八年六月，徐州县白兔。十八年十月，瀛州县白兔。二十年七月，吉郡县黑兔。七月，京师获白兔。二十三年，获黑兔。PG 两千。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县白兔。三年四月，颍川郡县白兔。八月，河内郡县白兔。四年六月，河内郡南白兔。七月，下州县黑兔。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县黑色。四月，鲁阳郡县白兔。二年八月，东郡县白兔。九月，河内郡县黑兔。十月，四州县白兔，东郡右县白兔。三年七月，宝谷绿镇县白兔。九月，四州县白兔。四年四月，河内郡县白兔。永平元年四月，冀州县白兔。五月，河内县黑兔。十月，乐安郡获白兔。二年二月，襄州县白兔。延昌三年七月，豫州县白兔。四年三月，河南县白兔。八月，河南右县白兔。九月，河内右县白兔。肃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县白兔。五月，东郡县白兔。六月，京师获白兔。十一月，鄯善镇县白兔。神龟元年六月，京师获黑兔。二年八月，镇平郡县白兔。PG 两千零一。九月，镇平郡右县白兔。十月，京师获黑兔。正光元年正月，徐州县白兔。五月，冀州县白兔。三年五月，徐州县白兔二。四月，冀州县白兔。孝敬天平二年八月，光州县白兔。四年十月，光州县白兔。元相元年五月，徐州获白兔。六月，祁县武王获白兔一县。四月，濮阳郡县白兔。兴和二年四月，徐州县白兔。六月，京师获白兔。四年正月，光州县白兔。武定元年三月，瀛州县白兔。却字月，吉郡县白兔。六年十一月，武平镇县白兔。太祖天兴五年八月，上药君览谷见白燕一。太宗永兴三年六月，京师获白燕。四年闰月，京师又获白燕。太常二年六月，京师获白燕。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燕见于并州。八
八年四月，白燕集于京师。是月，代郡获白燕。二十三年八月，荆州县白燕。闰月，镇平郡县白燕。PG 2002。世宗景明三年六月，荆州县白燕。肃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师获白燕。孝敬元相元年八月，西中府县白燕。兴和二年三月，京师获白燕。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县白燕。太宗太常八年五月，雁门县白雀。王者爵禄君则白雀至。世祖神元年九月，沧水郡县白雀。十月，魏都县白雀。真君八年五月，雁门郡县白雀。高祖延兴二年二月，白雀建于扶风郡。三年五月，白雀建于代郡。四年正月，青州县白雀。太和三年五月，白雀建于豫州。十三年正月，清河武城县县白雀。世宗景明三年六月，荥阳郡县白雀。十月，宝谷绿镇县白雀。四年三月，敦煌镇县白雀。五月，京师获白雀。六月，恒农郡县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正十二年七月，宝谷绿镇县白雀。三年四月，获白雀于京师。十月，河州县白雀。十二月，雍州县白雀。四年二月，豫州县白雀。永平三年七月，京师获白雀。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获白雀。PG 2003。十一月，秦州县白雀。四年五月，荥阳县白雀。八月，秦州县白雀。是月，青州县白雀。是月，衡州县白雀。是月，洛阳获白雀。十一月，荆州县白雀。肃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师再获白雀。七月，宫中获白雀。二年四月，华州县白雀。六月，襄州县白雀。是月，宝谷绿镇县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八月，宝谷绿镇右县白雀。是月，京师获白雀。十一月，京师获白雀。神龟元年五月，京师获白雀。六月，京师获白雀二。八月，宝谷绿镇县白雀。三年五月，徐州县白雀。是月，京师获白雀。三年七月，京师又获白雀。正光元年六月，京师获白雀。二年六月，光州县白雀。三年四月，京师获白雀。六月，荥阳郡县白雀。八月，冀州县白雀。PG 2004。是月，光州县白雀。九月，白雀建设人省。四年六月，京师获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初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师获白雀。孝敬天平二年五月，北豫州县白雀。三年七月，京师获白雀。四年七月，兖州县白雀。元相元年五月，京师获白雀。六月，京师获白雀。七月，四州县白雀。是月，祁县武王获白雀。二年五月，京师获白雀。六月，齐文襄王获白雀以县。是月，
南兖州获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兴和二年四月，京师获白雀。闰月，京师获白雀。六月，光州县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三年五月，京师获白雀。四年正月，京师获白雀。六月，京师获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武定元年六月，京师获白雀。七月，京师获白雀。三年五月，凉州获白雀。 PG 2005。七月，京师获白雀。十月，兖州获白雀。四年六月，京师获白雀。六年六月，京师获白雀。世宗景明三年三月，冀州县赤雀。周文王时贤书至。四年五月，获赤雀于京师。永平元年四月，京师获赤雀。肃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获赤雀以县。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县白鸠。殷汤时至。王者养其老，尊道德，不以新师旧则治。高祖成明元年十一月，冀州县白鸠。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县白鸠。八月，瀛阳郡县白鸠。世宗景明三年七月，荆州县白鸠。正始元年十月，京师获白鸠。是月，建兴郡县白鸠。二年四月，并州县白鸠。七月，冀州县白鸠。三。三年七月，下州县白鸠。永平元年六月，洛州县白鸠。肃宗熙平二年九月，吉郡县白鸠。太祖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言晋昌名贾乡，其年二。十二，为雁门郡吏，入居住西行，见一老妇，谓乡曰：“自今以后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于北方，时当大乐，子孙永长，无不及见之。”言中而过。乡故视之，父老化为十人。乡今七十。下减十人见存，至地破慕容宝之岁四十二年。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事，秋池县大柳。 PG 2006。古山石表龙马之行，石马己闻曰：“大讨曹，而进士代魏。”今时闻继国家祖宗会者受命之福，乃遣使徒写其文。大石有五，皆青直白章，兼成文字。其二十纪章，履之前，已然之效。其三十纪国家祖宗已至于今。其文纪昭成皇帝会，纪事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四季太祖到武皇帝会，应王在祭千岁，凡七字。四季太宗明元皇帝会，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四季太平天王祭世主制，凡八字。四季皇太子会，昌封泰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录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时文相应。太宗明会之后，有一人相协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相灵气，真天授也。”于是为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
真西大将军、常山王肃、真南大将军、恒农王。西京上奏曰：臣闻帝王之心，必有受命之福，故能精伟三才，唯见皇极三武之盛，莫不痛之。伏羲有河图，八卦下雨有洛书，九畴至乃神功波于罔顾，甚计显于来世。夫为陛下德，合乾坤，明并日月，故天纵盛，应运挺身，上临垂顾，真善备极。是以始光元年，今天师奉天文图录，受太平真君之号。陛下身直虚冲，历年乃寿。今臣感于灵物，幸会谐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则流宇内，普天律土，无私不服。今张掖郡烈炎，秋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直白章，兼成文字，即国家祖宗之惠者，受命隶属之福。王公以下群思百辟，睹此图文，莫不感动。谦曰：自古以来，真祥之宴，未有今日之患病也。斯乃上临将命，国家无穷之珍也。臣等幸遭圣化，沐浴光宠，无以对扬天。修增广天地，仅与群臣参议，以以时文之真，宣告四海，令方外见妾知天命有归。至曰：此天地旷失，乃先祖父之遗，真岂朕一人所能独治，可如所奏。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奏湘郡明理 PG2007 非太原明王显前列称，亦经南山采药，到游月谷南岭下，见青碧石柱数百枚，被召案检，称所见青碧柱长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棱稀旧，其数既多，不可据。